大家好，我是標童，專門介紹特色機械錶俾大家欣賞。月份推介又嚟喎，係除咗特別嘅機械錶咧，超平嘅機械錶咧，依家就帶俾大家。月份推介梗係要正嘢啦。我哋有一個嚇咩、叫月份推介咧？通常我哋每一個月咧都會有揀一啲好特色嘅錶款咧做特價嘅，嗱價錢陣間話俾大家聽，但我哋睇下個錶款先。哇，好有層次嘅噃！呢錶第一個層次會唔會喺個外殼嗰度咧？呢一隻佢係雙色嘅，係咪？我見過中間係黑色嘅喎。嗱，你見到個殼嘅方形中間呢位就電導黑色啊，側邊咧就鋼色。啊，槍色都是啊，槍色嚟嘅，系槍色啊，有啲人叫做 titanium 嘅顏色，钛金屬色。哇，呢、這個有幾個層次喎色。係啊，呢個款嘅呢個顏色都受歡迎啊。跟住咧，裏邊咧就配咗綠色。哦，好靚，係嘛？另外佢個錶面上面佢係 skeleton， 但我又見到有啲圈喺度嘅喎。呢、這個圈咧係秒針。我擺咗四五字位嗰度。係。呢度有一個24小時，哦，係24小時嚟，呢個透明盤係。係啊，24小時顯示。中間秒盤嚟啦。你講邊個中間？呢個。哦，唔係喎，秒盤喺呢度喎。係啊。中間個圓形咧？中間呢個圓形得意啊！哦，係支時針嗰個位嚟嘅。分針。我分針個位嚟嘅。係啦。哦，幾得意喎！呢個位喐，係啦，個時針咧就喺個支分針。我開頭睇以為中間係獨立一個圈嚟嘅。哦，咁佢又設計得幾靚喎！百分之旅遊幾個圈啊！原來係咁嘅。係啦，好，我哋再睇埋呢個錶咧，其中一個比較有特色嘅地方咧，就係佢嘅夜光啊！哇，好強勁嘅夜光喎！係啦，俾大家睇下。佢唔單止咧，係有幾個顏色嘅夜光喺入邊，有藍色啊、綠色啊，係嘛？最緊要一樣嘢咧，佢除咗指針同埋嗰啲顯示以外咧，喺裝飾上面咧都有四點喎、啊，四點同埋呢兩畫嘢，係啊，好靚喎，係嘛？藍色嘅喎嗰啲，係啦，冇錯啦。所以咧，一隻我哋玩錶迷中意玩嘅元素咧，呢一隻都有喺度。咁佢呢個錶個機芯係咩機芯嚟㗎？它是一個 Miota 八系的機芯，哦，咦，相當可靠的機芯啊 ！Miota 即是星神的機芯啦，係咪？好啦，看下其他顏色先。哇，藍色不錯喎，影下先啊！好，鏡頭嗰度隻藍色好 sharp 喎。呢個藍色啊，襯咗個黑色嚇。係，誒唔係喎，佢咪藍色嘅個殼啊？中間呢部分係藍色，係啦。哇，有光我睇到佢藍色啦，係嘛？咁樣頭先唔夠光啊，睇落似黑色。但係外殼咧？都是槍色，不是，今次是碳黑色，再黑一點的，黑的，你這樣對比你就看到是藍色了，是的，是的，是的，如果喜歡穩陣的，還有一隻銀色的，雖然銀色呢，就沒有2-tone，但是呢，因為都是銀色的，但它呢，就有分零的銀色和啞的銀色，是系嘛，咁啊都系有个对比喺度。啊，呢个几靓啊！你中意呢只？我中意第一只，因为佢嗰个颜色比较丰富啲，个表面。嗱，系。仲有呢个喺盒里边呢个全黑啦。系啦，冇错。咁啊，一只表咧。佢翻到嚟咧，系啦。哦，佢系咁样翻嚟嘅。系啦，咁啊，装严易啊。我咁啊，梗系好容易快拆啦，真系，因为有个快拆嘅喺度。咁只要你，摆落去咁啊，装好噶啦。嗱，我真系快咧，紧要啊！诶，全黑色嘅。系啦。佢连个秒盘个位咧都做埋黑色嘅呢个位，系几靓嘅都。系，冇错。咁你話得月份推介究竟係有幾推介呢？嗱，呢一款錶咧配上 Miota 機芯啊，重要噶藍寶石水晶面，即係塊面嚟噶，即係塊嚟噶，藍寶石水晶咁啊，抗磨能力相當高啦嚇，你揾啲嘢刮佢啊，成日都冇咁容易花嘅呢個嚇。
咁咧原價嚇呢只錶咧3800多蚊，依家我哋月份推介1380，千幾蚊就買到，千幾蚊就買到，我覺得係幾抵玩嘅，即係嗱新手啊唔使講啦，未玩過機械錶，千零蚊真係點都值得買嚟試一下，係咪先？我哋老手玩開手錶嘅，喂咁筍，又冇理由抵得過去執翻隻嚟玩一下噶嘛？係好靚嘅，又抵啦！咁咪秒塔機深藍寶石面係咪個殼嘅設計咁獨特係咪先？影多次夜光啊！呢只得唔得啊？呢只買隻二手錶都未必得啦。唔得啊！而家你可以影整個夜光嚟再試下呢只，我睇下銀色係咪一樣咁靚先。哇！掂曬。嘿，睇下個夜光。哇！銀色配落去都嚟。系啊，咁啊快啲嚟睇啦，因为其实数量咧，每一有啲色少啲嘅，有啲色多啲嘅，系嘛？呢、這个灰色大只趁上手啊，一流啊！绿色圈喎、啊，大佬呢、這个靓啊！你睇啊，收线啦，点啊？好，拜拜。